Hello，晚上好，来欢迎大家准时收看《深夜厨房》第125集。所以我们今天有雪妹娘啊，戴富固啊，雪妹娘啊，哎，有些人叫大福对吗？啊，我大福应该是另外一种的款式啊。来，刚进来粉丝们，请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然后可以换你 tag 你的朋友进来啊，哎，帮我们分享哦，啊，帮我们点赞啊，点赞与分享啊，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我们交流一下，互动一下啊。好，啊，来，维拉很好，维拉一早就把他的精粮写出来啊。OK， 他首先呢，他有一个雪媚娘的精粮啊，准备糯米粉105克。OK， 玉米粉30克，糖50克，牛奶180克。OK， 牛油30克，这个是无盐的啊。然后这是提拉米苏的那个克美了。这个什么气啊 ？Mascarpone 啊 ，Pone 啊。Mascarpone cheese。Mascarpone cheese， 爱心苏格，还有 whipping cream 啊 ，alcohol 就是酒精啊。来，晚上好，请帮我们来点血啊，请帮我们分享。来，帮我们分享哦，大家晚上好。好，我们正式开始。来，等一下啊。好。少了一个插头。哎，我用。啊，你帮我。OK， 所以我们今天要有的就是跟着这个食谱，一定要有的就是糯米粉。来，糯米粉啊。糯米粉，你一定要买这个牌子哦，三象牌。三象牌的糯米粉啊。啊，三象牌的糯米粉啊，对 ，OK， 几十年了，三象牌的糯米粉 ，OK， 一定要三象牌啊，不可以两象，也不能一象啊。然后还有就是玉米粉，来，玉米粉，玉米粉 ，corn flour， 对 ，OK， 然后 sugar， 牛奶 ，fresh milk， 啊，然后 butter 是无盐的 ，OK， 然后你还要另外一个糯米粉是给你沾那些那个面、啊、就是沾熟了、啊、可是那个呢你要拿去炒一下咯。 OK， 我们会拿一小部分的这个糯米粉来去炒一下，炒熟它。嗯， OK， OK， 来 screenshot 那个 ingredient 啊。 OK， 啊， 3, 2, 1， 来， thank you， 来。 OK， so for 那个 filling 的话呢，我们会用 cream，然后我会做另外一个是 tiramisu cream， 因为那时候还剩下一点点，所以我们教你讲做 tiramisu cream 的咯。 OK， 还有就是你里面的口味你可以自己喜欢，你要放什么都可以。我们看可可有放 Oreo 碎 Oreo 的这个，对，然后还有 What cooking today？ 草莓，草莓，带福固，带福固啊。 OK， so 还有就是 tiramisu 的话，我们就要有的可可粉、海星 sugar、可可粉、bon cheese 跟 cream 啦、嗯，等一下你们就会跟着。那我们正式开始了。好，首先呢，我们先要称那些这些的 ingredient 在一边。butter 除了 butter， OK， 牛油啊，这些全部是掺在一起的，对， mix together 除了 butter 啊，啊，所以是105克的那个糯米粉。糯米粉105。105克啊，对，来 Kelly， 谢谢50个星赏，谢谢 Kelly 啦，啊，可以做十多粒啊，应该是可以。好，晚上好，请帮我们分享，谢谢。来，来，刚进来的粉丝们请 screenshot 啊，说我们先暂时放那个糯米粉105克啊，对，然后来玉米粉30克，30克的玉米粉 ，OK， 给 screenshot，OK， 来30克的那个玉米粉啊。来分享了，谢谢分享，来，谢谢。听到 baby 哭声了，对呀、啊、，baby 要喝奶啊。OK， 然后糖我们也是，我们要50克。来，喜欢放什么就放什么，可以呀、啊。对呀、啊。来五十克的糖啊，五十克的糖。这个是雪媚娘的那个精酿啊，精酿来的。所以牛奶的话呢，是180克。来180 gram 的牛奶啊，牛奶180克啊，就是生奶啊，牛奶。牛奶啊。牛奶。
我不懂你们所谓的生奶跟牛奶的差别。Fresh milk 啊 ，Fresh milk 啦，鲜奶这属于鲜奶啦，血肠的啦，不用放血肠也是可以的。嗯、开过了就要放了哈 ，OK。OK， 来我们 stir 一下，我们搅拌一下。所以我们只是放了糯米粉、玉米粉、糖和牛奶。OK， 牛油是另外放啊。OK。OK， 我们就 stir 均匀。好。我们搅拌均匀啊。哎，晚上好，谢谢支持啊，来要过筛啊，哎，晚上好，晚上好，要过滤一次，谢谢大家分享哦。Cooking what tonight？ 这个叫呆夫顾啊，呆夫顾雪媚娘啊，啊，我们今天做那个，这个是日本的甜品哎，对吗？算是日本、台湾、中国，是不是叫 Custard Sugar？ Custard Sugar 对。啊。外语叫什么？细砂糖。细砂糖，来各筛啊！来， okay, 大家晚上好。So, 你这样子就可以啊，然后你拿去蒸，蒸一个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啊？对，可是我们现在是用 steam oven， 所以我现在 steam 的话，我 steam 一个十分钟。OK， 如果你用普通蒸炉啊，你要去蒸半个小时啊。Okay. 八到十分钟啊，所以我们因为我的分量 double 了。哦 ，OK， 所以我要如果一份，我是假如你半份的话，你可以 steam 个八分钟。八分钟，我们先八分钟试看它熟了没有。为什么你要放一块布在上面？因为我不要给它这样干啊，所以我们折。雪媚娘是不是抹鸡啊？抹鸡，抹鸡啊，抹鸡，类似，口感有点像。HL 牛奶可以吗 ？HL 牛奶，可以。没问题啊。想问你哦 ，Japanese 墨汁啊，鹿奶墨汁啊，但是它不是墨汁的。你会多少钱？我们放进去。Steam oven 啊，我要介绍，油会多少钱？本地。OK， 来，我们这个是。我卖1699，油会多少钱？我们先八分钟看一下它。OK， 油会有 steam 哎，不 steam。OK， 来说180度啊，我们的 steam oven 啊。OK。说、so, 我们这八分钟对吗？对，八分钟先。你找找，你先给我啊，先给我。OK， 这时候你就称一下那个 butter 放在一边先哦。OK， 来，我们就是要无盐的 butter 啊。对。大火 steam 吗？如果是用普通的。中火 steam。中火 steam 吗 ？steam 多久？半个钟。半个小时啊。对。butter 我们要30克，来30克的牛油啊，所以底下它一 steam 好、你的 butter 就要进去里面给它搅均匀，所以它很热的那个过程你要耐热了。来，米奇电子秤可以用 ml 吗？ ml 和 gram 几乎是一样啊，啊，可以啊，它有 ml 的那个。来，我们30克的那个 butter， OK， 放一边先。用 for steam 需要放布吗？你不用，你放那个保鲜膜、然后插几个洞就可以了。还没有吃过什么来的，等一下我们看成品啊。哈哈，它好像是那个大福这样的东西的嘞。类似啦。啊，那个日本的大福它不是有加这一个草莓这样的东西的啊？有印象吗？可是这次我们没有放草莓，我们这次是放 cream 在里面。熬着 cream 吃的。如果没有 steam oven， 你就放蒸炉啊，你自己蒸啊，半个小时啊。对。中国啊，哎，这是什么牛油？多少钱一块？无盐的牛油，普通的牛油来的，20多块的，嗯、是20多块。OK， 所、以我们这可以啊，你们可以，如果你没有那个烤那个 oven 的话你可以去用那个steam 炉啊。啊，可以用。表弟讲话讲电话没关麦啊。哎呀，他给大家听啊。好 ，steam oven how much？我不懂哎，冰儿问。要问表弟。啊，1699。啊，刚才我去问了，我打电话去问了。啊，1699了，还是冰儿问。啊，我去问他 Boston 多少钱，他没跟我讲 Boston。啊，他的运费还没有算下去啊。Okay, so for mascarpone cheese， 我要100克。Okay， 我们现在要做提拉米苏的 cream 啊。对。华语你有写到华语叫什么？mascarpone。马斯卡邦的 cheese。Mascarpone cheese， OK。Mascarpone， 来给大家看一下。Mascarpone， 我们是用这个、啊。Mascarpone，
啊的 cheese 啊，来，一定要用无盐的牛油吗？要，不然因为这是甜品嘛，然后你不能是带咸的啊，带咸就觉得有点奇怪，一定要带无盐啊。所以我要100克，哎呀，没有100克、哦，不够啊，不够。OK， 它不够啊，你可以话尽量用100啊，有吗？有，勉强有一点啊，有。OK， 有、啊、你们挤一挤还是有啊。来，我们试用。有嘞，刚刚好。来，刚刚好。我们现在做个提拉米苏的 cream 啊，你可以 screenshot 啊。我们第一个是 mascarpone 啊 cheese 啊，100 gram 啊。OK， icing sugar。icing sugar。华语叫什么？糖粉。糖粉22克啊。请问蒸糖的底部要抹油吗？蒸糖。啊，如果你拿去蒸东西，那朋友没有放抹油。没有。没有放油啊。因为等下你会放油了吗？好。雪媚娘 Family Mart 有卖啊，好吃哎，我没有吃过 Family Mart 的。Family Mart 有卖啊，我都不懂。哦 ，Family Mart 是日本的。22克是吗？便利商店来的吧，一定有卖的。来，22克的 icing sugar 啊，刚进来今晚做什么？今天做雪媚娘啊。嗯。啊，马斯卡波纳波内啊。啊，马斯卡波纳波内。So whipping cream 80克，来80 gram 的 whipping cream 啊，这个是做提拉米苏的 cream 啊。嗯，小妹穿的衣服，我牌子有卖啊。你本身打 cream 的话，你只是要 cream 的话，你就是放250克的 cream， 然后30克的糖、啊，然后你可以放一点香草精就 OK 了。OK， 打发它就 OK 了。你用这个牌子打比较好一点。建议你用这个啦，比较容易打发。啊，建议大家用这个比较容易打。所以我们先拿去打。来，别的 cheese 可以吗？你做 tiramisu cream 的话会比较好用这个啦。啊。你可以用别的牌子的 mascarpone， 但是你不要用 cream cheese 那些啦，那个口感不一样的。来，表弟可以教煎什么？煎加入炒花肉吗？这个你要明天问他。可以啊，可以安排。Substitute with cream cheese or instead of mascarpone. Cream cheese 的话有点带酸呢，因为 cream cheese 本身有那个酸的味道。来，别的 cheese 可以吗？不是很建议。不建议啊，来可以用。你可以不要放 cheese， 只是放 cream 也是 OK 的。可以用 topping cream 吗？可以啊。Topping cream 也可以啊。Can show the whipping cream? Sure. 来 ，I show the whipping cream.来 screenshot， 我们是用这个牌子啊。马斯克要讲诗的时候要快一点啊。马斯克棒啊。还为什么叫雪媚娘啊？你要问日本啊。应该是一个人的名字啊嘛。一个女人在做这个糕叫雪媚娘啊。雪媚，他们雪媚娘。没有啦，这个东西叫雪媚啦。来帮我们 like and share 啊，请分享我们的视频啊。whipping cream 在哪里买？啊，你在 shopping mall 有卖的。加油果色。啊，加油果色。Village 果色。罗斯利都一边班上都有啊，冷冻的那边。嗯。OK。所以我们要打扮多久？打到还要发。Mascarpone 啊。讲出来好像印度话啊。来，大家你知我知就好啊。哎，我们要准备我们的酒啊。OK， 来 ，whipping cream 是动物的奶油吗？你可以放来看。动物的奶油啊，我不懂哎。应该是啦。来 ，if don't want to put the alcohol can or not？ 可以啊。可以。你就不要做这个咯，你这打 normal cream 就可以了。OK。很久没有看到大妹，大妹要减肥成功才可以出来啊。来 ，topping cream 是不是不用放糖的？来，晚上好 ，topping cream 是不是不需要放糖啊 ？topping cream 不用放糖的，它本身有甜味了。啊，大妹好吗？非常好啊，好吃好住啊。来，有粉丝回应啊，是动物以为的、啊，所以我们要准备一个。纸袋啊，它应该倒入在里面了。Okay， 你看打发它了，看一下，就这样子就可以了。看这样子，打到它这样子就可以了。嗯、
它就不会跌下来的。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就放我们要的酒精。酒精一个汤匙那样。对，一个汤匙。来一个汤匙的酒精呢？好彩我没有喝完哦，留一点给你。这样快喝完。什么酒都可以吗？就是提拉米苏的酒啊 ，brandy 啊 ，rum 啊。哇，很重哎。很给力下来。哎，那个那天的提拉米苏，我一个人吃一半哦。听到吗？嗯。提拉米苏放酒一定好吃啊！来 ，Christina Wong， 谢谢，来300个欣赏。这个你就不用，你就可以 skip 掉那个鸡蛋的，因为之前的我是加有鸡蛋的。要取出来哈。你帮我看熟了吗？来，小妹，请问为什么我的叉烧包的皮很硬啊？我全部的 step 都更好啊。你买的是什么牌子？你的我用的是那个，好像是 Prima 的。啊，用 Prima 的。Prima 的不错啦，你们可以买。来，我们掺了那个酒啊，我们取出来。Whipping cream 啊，要在空调室内打发吗？等一下啊。人家，那家伙还拍一下。啊。OK， 来。蒸到这样子，滑滑一面就可以了。你们用那个普通锅来蒸啊？你要蒸到这样子、啊。半小时，你要蒸半小时。啊、半小时啊。啊，我们这个气压啊，气，蒸汽烤箱。啊，蒸汽烤炉，它就烤箱就很快。来，这个问题，在空调室内打吗？OK， 假如你用我开那个牌子的话呢，这样子的室内呢是 OK 的。假如你用其他牌子的话呢，你就要冷哦，冷你的 cream 一定要冷，因为它这个比较容易 handle， 比较容易打发。来，小妹没有做工吗？小妹是老板娘啊。做工啊，我刚做工回来啊。Done 可以吗 ？Done 是牌子还是啊 ？Done 啊。冻嘛，冻嘛是吧？冻不可以，不是。来，不放酒可以吗？蓝酒不可以。蓝酒不能。冻是啊，蓝酒不可以啊。蓝酒可以吗？不可以啦。不放酒可以吗？不放酒可以。可以啊，不放酒可以。OK， 我们把它放在鞋柜啊，刚才那个啊，给冷一下。OK，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的蒸出来的啊，蒸出来的一个制成品。OK， 所以你蒸出来了，你就要开始做你的。这个、来 ，ask Hui Hong to show face 啊 ，is okay 啊 ，we understand 啊，啊，喂着奶哦，show face 啊，可以一边喂奶一边 show face 啊，让我看一下，有韭菜香啊，真的，还没有好，还不够熟啊，还不够 steam 不够久噻，先请我 stir 一下先，再蒸 ，OK， 还不够蒸不够好啊，啊，是酒爽到飞天啊。我家里只有三滴，不用放啦，酒你可以 skip 啊。来 ，with egg nicer or without？ 你盖着，如果你不盖子，为了那个 liquid 啊 ，can use the galua？ 可以可以。嗯 ，OK 啊。啊。你帮我再 steam, 加蛋或者是没有加蛋哪个好一点 ？Steam 多一个五分钟。来，我们再 steam 啊。用这个布。其实你要 steam 到什么程度呢 ？Steam 到它硬一点啊。来，有人问呢，要蛋好一点还是不要蛋好一点？放蛋呢会比较浓，你没有放蛋的话也是 OK。我用 Blue Key 蓝色的包粉啊，做叉烧皮的。它的皮硬啊，它是用 Blue Key 的牌子。嗯，你可以用别的牌子吧，可能它的那个本身的包粉里面有做有里面有另外一个成分下去。啊 ，SO 可以吗 ？SO 啊，不是很建议嘞。SO 可以啊 ，Rum 可以吗？应该 Rum 可以。哎，看到弟弟了，哎，被你瞄到了，哎 ，Hennessy can or not？Can。啊，哎，我在教你们打普通的 cream。哎，米奇那个是你弟弟吗？哎，可以啊，啊，那是啊。你们眼睛这样厉啊。那个 Gin 可以吗 ？Gin 不可以哦。红酒可以吗？红酒。啊。我一做提拉米苏就问很多，什么酒可以？红酒不可以啊？红酒不可以啦。Rum 酒是可以啊 ，Rum 就应该可以啊。Rum 不可以。Rum 不可以啊，他讲。啊，你可以不要放，不要放，只是放酒精下去啊，它更那个更好吃。Okay, chubby guy is red in red. Your brother? Yes, very chubby 啊。Okay, I saw your brother. 小儿子叫你回来了。嘉伟来一下 ，SO， 我们要见你。嘎洛啊，结束后啊，来蒸过头会怎样？不要紧了、啊，应该不会怎样吧？
蒸过头会很硬哦。刚才你会硬啊？我刚才那个是还没有蒸过头。你是？我要去买酒了，我都是用 Blue Key 的啊。你因为你用 Blue Key 硬的话，你试下别的牌子看会不会好点？然后你再做吗？打普通奶油教你们，所以放多少？250克。250克的那个 whipping cream 啊。来，这个皮放了冰箱会硬吗？应该不会很硬啦。啊，你要搓到薄哦。OK， 这个是要做什么？讲多一次先。打奶油啊，鲜奶油。我们做鲜奶油啊。嗯、OK， 来250克的 whipping cream 啊。然后糖粉。来，可以看一下你的弟弟吗？可以啊，等一下啊。糖粉。他要去穿美一点啊。糖粉30克，30克的爱心苏格是吗？对，爱心苏格30克啊。Vela met so much 啊 ，can finish can 啊，表弟的弟弟回来了，从哪里回来？表弟的弟弟。啊，刚才穿红衣的那男生是表弟的小儿子吧？对呀、啊、，Vela 打了疫苗了吗？你们眼睛可以不要这样立吗？啊 ，Vela 还插第二支针啊。来，这个是放什么？香草精，香草精啊 ，Vanilla Essence， Essence 啊 ，OK， OK， 香草精一点点啊，点一点就好了。OK， 我们就来打发啊。来，谁最小啊？那是我弟弟。OK， 你重复你的斤两在这里。250克的 whipping cream。我250克的 whipping cream。爱心苏格是30克。30克的那个爱心苏格。香草精。一两滴这样子，一两滴的香草精啊，做不要搅拌啊，打发可以放 custard sugar 吗？可以啊，我们就是用 custard sugar 啊，我们用爱心 sugar 可以看 recipe 吗？可以，这里来，我们现在 screenshot 啊，这个是雪媚娘的皮耶的，然后这个是 tiramisu 的 cream， 然后我们另外再做一个 cream 啊，妹妹 cannot 妹妹妹妹不可以这样手啊 ，Miki 可以看一下你弟弟吗？可以，没问题啊，也是肉肉感 啊，全部圆圆的啦，我家里的。Okay. 来，我们看好了吗？还没有，要多一下。Okay. 等一下还完的说啊，群众要求看他一面的、啊、可以。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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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去外面吗？嗯，拜。我们的观察能力很好，来看弟弟啊，来等一下给你看啊，这样我们来看一下。那不要看学妹娘了，看、啊。你要看都没有机会。不要看弟弟。他跑出去躲了，啊。Pronounce as mascarpone 啊，难读啊。来给他们嚼一下。现在做什么蛋糕？这个是做雪媚娘啊，说我们做这雪媚娘啊，来，赶紧来了，来继续帮我分享啊，给他到4000人啊，好不好？这个蒸汽烤箱有卖吗？有，联络表弟啊，1699啊，1699啊，喜摩诺，喜摩诺的这个很好的，已经在市场上差不多3年了啊，三年了，很稳定的一个。你其实介绍你弟弟一下，等一下我叫我弟弟介绍一下。等一下做完的时候看雪媚娘先啦、啊。弟弟不帅不要看了、啊。刚刚小女孩是谁家的女儿？我家的女儿。可以差不多要好了。今晚重点是弟弟。刚才小女孩是 Miki 的女儿。Your daughter look like your her grandma。姐妹娘有冷冷才好吃啊！现在这个时候啊，冰箱通常都是塞到满满的啊。啊，然后放冰箱也可以啊。OK， 可以了。请问可以教那个雪花酥吗？谢谢。雪花酥。啊、我觉得还可以再硬一点， okay, 因为 打得不够好、啊、你要包啊，所以你要硬一点的，你的 cream 不可以打到太水。先看 Vela， 再看小弟啦。What is the 雪媚娘 in English？ 戴夫固。戴夫固啊 ，D A I F U K U 啊。How much is the blender？ 这个耳刀啊 ，1000 something 啊，这个我们没有卖啊，1200多吧。好。OK， can share again the recipe， sure， 来 AD 来 screenshot 来，这个是英文啊，这个是华文啊，然后我们的 cream 是 tiramisu 的 cream 啊， OK， screenshot 来 3 2 1 again， 1 2 3 cream 要打到这样，来 cream 要打到这样子啊， OK， 看得出吗？
大家要看传说中的小儿子啊，啊，学妹娘听了好像中国的古代的名字，我学妹娘有点像雪妖的名字啊。来，我们刚才定好了，定好了，可以吗？这样子，嗯，收了的啊，这样子就可以了。OK， 大家很想认识小儿子啊。来，你帮我。皮的粉多少啊？教。我们用糯米粉啊，一百零五克吗？这时候呢，你就要就要一直 stir 进去。大家留手啊，要看弟弟啊。米奇有几个孩子？两个。就是你的女儿有点像大妹啊。给那个 butter 进去。说它很烫，你一定要在这个时候快快给它进去。你放 butter 下去了是吗？OK， 我们的最后放那个是 butter 啊，牛油啊，30克啊，啊 ，unsalted butter 啊。OK， 我们来 mix together 啊，这个是我们刚才放牛油啊，无盐的牛油啊，放入进去的。来，大家晚上已经分享了，谢谢来，还差百多人就4000人了。哎，帮我们继续分享。好，我们这个是另外一种的 cream， 是中末你这个 cream 有写在这里的，不一样的是吧？我会写在食谱，因为我之前有教过那个 cream 啊。另外就是很简单的啦，就是你打发 cream 就可以了。你比我的话，你就买 topping cream 就可以了。OK， 用 topping cream 也 OK 的。哎，搅到好像马铃薯泥 mix 里榴莲这样的感觉，这样啊？对，一直要给它搅哦。不然的话，他吃不进啊！他的那个雪媚娘没有这样滑。我在很早期就看过米奇的弟弟了。哎，我的弟弟叫嘉伟啊，你们可以称呼到嘉伟啊，家里的家， okay， 伟大的伟啊，国家的伟大，国家的伟大。Hi， good evening everyone， I NGNT， 谢谢你的50个欣赏。可以吗 ？Thank you。好，所以我们来再搅拌它。无缘的牛油啊，对啊。请问小公子去台湾修读什么科目？音乐啊，啊，读音乐。哎，这时候你要戴手套。来。然后你要有铁砂掌。Topping cream 吃的会变肥肥的，我觉得做铁砂掌，你做甜品都是肥的。所以你要，这时候你要。哎呦，烧啊！会烧啊！会烧。所以你一定要在烧的时候要给它。OK， 你们 steam 的时候看到它的硬度啊，然后我们再放30克的无盐的牛油啊。来，动物奶还是植物奶呢？有些人讲这个 whipping cream 是动物奶是吧？这是动物奶啊。啊，动物奶的。植物奶是 topping cream 吗？ Topping cream 是植物奶， whipping cream 是动物奶。我们是用 whipping cream 啊。这个糯米团和抹吉一样吗？类似啊，类似抹吉跟水，这个应该会比较有弹性。4089人，来谢谢支持啊，谢谢，哇，感恩有你啊，谢谢。表弟卖的东西要哪里找？哪里看啊？直接找我了，直接私信他，没信件啊，没信件啊。可以送你这里要撒一点那个手粉在。来，我们这手粉呢、啊，我们是哪一点的糯米粉啊？拿来去撒啊，拿来煮过了。所以你就这样子。米奇，你的弟弟会唱歌吗？米奇唱歌很不错的啦、哦。要快啊，不然你的手会烫到。来 ，Miki， 请。谁的 ？Miki， 你叫什么名字？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Miki 叫 Miki 哦，华语叫米奇啊。你看它很滑的。啊。OK。你说那个奈良那个打工。啊，对。表弟的小儿子就是那位烹饪啊，视频最的高手。不懂啊，Whipping cream 是动物奶啊。来、啊，请问表雷娜的手艺是表弟教吗？表弟不是，没我们的、啊。雷娜手艺是自学的。啊，你问一下 Miki 的那个厨艺是表弟教吗？不是，不是自己。没有人，没有人传承到。我们从不学大巴的东西啊，太老了。因为没有一个人会欣赏他的厨法。没啦，他的主要是做那种西式啦，做饼啊、糕点啊、甜品之类的啦，啊。表弟要睡觉了，来。哎，刚刚睡醒。来，再上那个上粉啊，这个是。假如你 stick 的话，你要上，可是你不会上太多，你上太多你会弄到那个口感变硬的。啊，太粗了。来，再见一次食谱，可以来拍照一下，来拍照。啊，我们后尾也会 share 出来啊。OK， 来，再来搓一下。所以啊，我太快了、啊，再给大家来拍一次啊！3 2 1 1 2 3 OK， 他们有问什么是熟粉？熟粉就是熟的
拿去煮一下啊，拿去炒，烘来烘烤一下就好了。因为你会，你这个做好了的，你是可以直接吃的，所以你沾这个粉的话呢，最好是拿去炒一下会比较好。Can check the small oven 啊 ，can steam bed and microwave。什么？你是讲你要这样子有拉丝的感觉啊？我们那个 steam 啊，可以来当做 microwave 来用啊。可以 microwave 可以给它拉一下啊，转一下。它最折拉，最低四十度啊，它最低四十度，可以去到两百二度啊。OK 啦。那我总共是 steam 了八加五十二分钟了。啊，我们 steam 了十二分钟啊，你们普通锅你就要三十分钟啊。对。下午也可以做台湾的早餐哦。他会吃啦，做早餐。嘉伟有粉丝帮你想好了。米奇叫嘉豪啊，弟弟叫嘉伟啊。说你要现在在表弟家里。搓到他光滑了。光滑啊，很滑，里面很软。女儿美啊，小妹好可爱啊，好羡慕小弟有这么懂事的女儿。这是表弟的，我发现有表弟。所以是订了多久？我们用那个是十二分钟啊，你十二分钟，如果你不通过就要三十分钟啊。我还表弟弄加热 SCP， 搓到它冷为止，你就可以开始包了。每次不够睡了啦。Thank you for teaching us all kind of dessert. Thank you 啊。维拉有自学的力量，不像表弟。表弟也是会啊，表弟也是厉害的，好吗？来，来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啊。哎，你搓到它开始。接触到米奇的脚脚啊，开始没有这样烫了，你就可以开始做型做造型了。这种啊可以做十粒左右了，大概了。是骨质锅碗会有啊，对呀、啊。来，这个是学妹娘啊。啊，八加五是十三分钟啊，数学真好啊。我们拿出来。就再放进去，你要减一分钟啊！对，十二分钟。照你这样算是对的，但是在原理是原理是十二分钟啊。Microwave 可以放那个钢锯吗 ？Microwave 好像不可以啊。我们这个可以，我们这个是 steam oven 来的。Steam oven 它可以烤，它可以蒸啊。所以如果你家里有两样，一个 steam oven 和 steam 一个air fryer oven。你就不用煎炸，不用蒸了只是买一个锅就可以了，炒菜锅就可以了。来，我们就是这样子就好了，对啊，要剪啊。然后呢，没有我们，然后呢，我们就要搓秤。称一下。对。来，米奇和表弟是父子哦，我来讨债了，他来还债了啊，前世欠的啊，今世还啊。来，我们来就是来。没有。一下。用高粉爽手吗？什么叫高粉？可用高粉爽手吗？用高粉爽手啊，没事。不要放牛奶，可以什么取代牛奶呢？来，我们上干粉啊。其实这个如果没有牛奶，根本是、那个、做不到噻。如果没有牛奶是做不到的，一定要牛奶、哦。没有牛奶就不是雪媚娘啊。没有牛奶不是叫雪媚娘啊。谢谢你们有问必答，谢谢啊。所以你的手一定要沾一点。来，不然的话会揉到几时啊？你要揉到几时？光滑，光滑，看冷了，你是手可以碰了的，就可以开始什么了了？可以开始称一个一个做造型了的。可以要食谱吗？来，食谱来拍照一下，来食谱啊，顺便拍我的脚啊！来，三二一，来再来一次，一二三，来再来就是一二三 ，OK， 小妹美又勤劳啊，可爱啊，谢谢。他蛮仰慕他的大哥一下，不然他怎么会这样像他大哥？啊，来说我们要每一个多少？你每一个四十克吧。来 ，forty gram 啊，四十克啊 ，OK， 四十克啊，每一个四十克啊。请问你们在哪里？我在我爸爸的家。来，表弟的波波佳佳 ，very nice， I try to cook the lady， 耶、yeah, ，波波佳佳超简单。哎，你要用马铃薯粉做那个那个嘛薯粉的。我觉得我用手套做。那个想不出来那个。表弟 blur 不 blur 啊？等他想起来的时候再跟他讲啊。表弟把他的全部的功夫传给我们了，对呀、啊，反而自己的家人是传不到啊。所以你做成了一个圆圈，你就放一边先。来，就是做一小粒的就放一边先啊。来，我们每次、啊、戴手套比较容易做啦哈，不然要叫嘉伟弹制他。来，嘉伟准备你的吉他啊。嘉伟，叫他准备吉他。哎，等一下来，等一下唱歌啊。嗯啊。嘉伟要做歌星啊，嘉伟。
表弟也有招牌豆腐花，打一首歌，对呀，边唱一首歌来。现在不行，现在吉他坏掉了。吉他坏掉了。啊，艾米奇，原来那个穿红衣的男孩子是你弟弟，我以为是你的孩子。哇哇，声什么声这么大？How much can send to Singapore？ You mean the Awen？Steam Awen can 啊 ，can 啊。啊，就他是烟表弟啊。啊，邮费要两三百块，因为很大个啊，很大个啊，它的箱头是很大个。你可以私信表弟啊，1699啊，1699。啊，可以再帮我炒一下糯米粉吗？不过，来，我们要炒一些糯米粉啊，糯米粉要炒一下啊。嗯。OK， 来，所以我们在量试课啊。你可以看一下表弟讲炒糯米粉。来，如果没有牛奶啊，不放牛奶可以放普通水啊，但比较不好吃啊，你可以试一下。啊、不用糯米粉，可以用什么粉来代替呢？另外一包，一包哦，没了、啊、不要用糯米粉，可以用磨粉来代替。来、啊，你不要糯米粉，这样你就不要做这个了，做不到这个了，做不到这个嘞，因为它的 Q 啊，就是让糯米粉来的吗？来，小妹的手脚真快，我可以早点睡到明天早上啊，地气打地支子啦。是在讲我慢吗？注意安全啊！我讲手脚快啊！来，大哥好臭美啊！来。分享了，来米奇，你弟弟到家吗？等一下他会休息。OK， 看看我们讲炒粉哦。来，维拉给你一个眼神啊，就是仰慕的眼神啊，不用怀疑啊。来，我们三相粉啊，一定要用三相牌啊，三相牌的。我们教大家讲炒熟这个，我们叫熟粉啊。在30年前我就知道三相牌，因为过去有一个，不过这个牌子好像最近没有看到啊，一个相和三个相啊。Yes. 我们都是选三个项啊。Yes, I tried the potato flour. Nice. OK, 我们这个一定要干身哦，我们干身，干身，等下锅要有热一点的锅，要热，但是不能太热，我们就放小火。来，我们就是给它烧热那个锅就好了。小小的火，小小的火。小妹人品最好啊，不喜欢与人争论啊。对呀、啊、对呀、啊，跟哥哥一样，也不想跟人家争论啊。来，马铃薯粉做到很 QQ 硬硬啊，价位其实上镜焦煮啊，可能会上万的呢。啊，慢慢点粉来炒一下就好啊。就是这样慢慢小火炒啊，如果你热的时候你就要拿出来啊。可以，请问可以用炼奶吗？维拉可以用炼奶吗？可以。可以啊。弟弟没有上镜吗？等一下有上镜啊。吉他坏了就清唱啊。Mickey also talk is your son 啊，我的三江大哥还比我大只啊啊。表弟全家都很棒啊，全家都是做 life 啊，全家都很胖啊，全家都胖和棒啊，哈、啊，都可以啦。食补加美脚一套啊，清唱也可以啊，清唱，所以很重要啊。来，叫嘉伟准备清唱啊，他没有逼到的话。嘉伟、啊、准备清唱哦。炒过的糯米粉叫做高粉啊，高粉啊。来，这个就是炒过的啦。嗯，再炒一下。你们可以点歌啊，你要听什么歌、啊？米奇才37岁啊，儿子就已经这么大了。小妹教的上海月饼真的很好吃啊，谢谢你们。啊，真的好吃啊，大家就真的好吃。来 ，Mickey Why not see your other sister？ 他现在要减肥啊，等他减肥成功了就出来了。他不敢见面了。来，晚上好。来，做冰皮的高粉也可以吗？这个来做冰皮的高粉好像不适合啊。不适合啊。其实最盲目的是米奇啊，要读懂粉丝啊，问问题啊，回答问题越搞笑，哈哈哈。对呀、啊、对呀、啊。他热了，我们就要太热了，我们就要拿上来，不要给他炒得太过。OK， 来，这是干粉啊。大哥哥要向小妹多学习啊。How I know the flour is cooked?大概有点热下就可以了，我觉得。我们准备挂花，挂花给我弟弟热。这个粉炒好的啊，也可以做冰滴啊，也叫高粉啊。是啊，说厉害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只会吃啊。弟弟的此刻心情应该很紧张啊，他不懂多么爱上镜啊。紧张啊！音乐人呢、啊，就是要上镜了，要来，可以点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吗？当你孤单，来，我问大家，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你会想起谁？当我们孤单的时候，我们会想起汽水啊，因为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汽水，汽水啊，想汽水啊！来，嘉伟，你唱，你笑起来真好看啊！我看起来真好笑，还对啊！等一下，我弟弟也是长得这个样子嘞。我弟弟长得这样子也是，他看起来也是真好笑啊！哎，笑起来真好看。OK， 好了，我们的放在这里啊，干吗？OK， 放啊。OK， 来，这个就是炒熟的粉啊。
告白白气球啊，告白白气球，告白气球啊，告白白气球。啊，表弟家人很开心啊，今天买不到了，真的很好啊。来，烤熟了，我们是要放点粉啊，别没大概差不多啊。Okay, 好，所以我们开始正式我们的包。来，我们看一下包的雪媚娘啊。包雪媚娘的。我们的鞋柜是很乱的啊，鞋柜每次装不下了，我就想要加多一架鞋柜啊。来，干净，大家可以看一下 Steam Oven 吗？有谁要 sponsor？ 等一下，我们给大家看 Steam Oven 啊！你给我 OK， 给我三秒钟，给你看 Steam Oven 啊！有求必应啦！来，这个是 OK， 我就觉得这个是喜摩诺的品牌啊！啊，喜摩诺在马来西亚已经超过20年的品牌了。好了，三秒了啊！来 ，OK， 送你包雪媚娘的话，你需要有一个这样的碗。这个是什么碗来的？就一个 size 的，像罗麦盖的碗啊，小一点的迷你 size 这样样子的、啊。文仔够的碗也 OK。就那种 saucer plate 啦哈，你这里就撒一点那个。来，我们撒一点干粉啊。不要给它粘着的。来，你们一家人正经点啊！我不爱做糕点啊，那每天看表弟的视频直播啊，谢谢支持啊，这样个应该也来上你设计厨房啊。表弟再炒就会变黄啊，来唱热爱101度啊。再炒变黄了，是不是要变成焦了啊 ？OK。所以你这时候你这里砧板也是要撒一点。来，撒一点粉下去啊。不要太多啊。这样子就好了。表妹的声音也好听啊。Can ask your father 啊 ，must cook the flour until what stage is cooked 没有，其实你炒到你有点热，烧就可以了。OK 好的。Bit hot hot 啊，啊摸起来也 hot 你这时候呢，你的这个粉你就要弄一点，不要给它太黏 ，OK。然后你要有的就是 rolling bin。啊 ，rolling bin 啊，这个叫做 rolling bin。要上粉啊。OK。什么都是要上粉，但是不可以太多，太多会太多就粗了、啊。小妹能不能教榴莲冰皮月饼啊？啊，小妹要回做货了啦。这个先来帮包包你。其实这个可以做冰皮耶，我觉得。你这包了就是冰皮月饼了吗？哦，只是它不能 chop 啦，因为它很软。那个煤气炉我们关了，谢谢啊。OK， 维娜用心无私教学啊，是一个难得善良的美女、啊。你不可以太大力，因为它很软，你一搓大力它会破掉。OK，、啊、你不要太大力啊。哎、okay, ，厚度、薄度个人因人而异，就是你自己喜欢你要的口感，你喜欢厚一点，你就不要搓不要搓这样薄、啊。你喜欢薄一点的话，你就搓薄一点咯。OK，、欸、你的弟弟会像你这样高大帅气吗？这样大个，然后这样子盖住下去。OK， 来盖着再往那边啊。我弟弟是比我矮啊，比矮一点啊。送你给他帅气，我是比他帅气一点啊。OK， 这个 Steam Oven 多少 liter 啊？26 liter 啊。这个是我刚才做的那个 tiramisu cream。来，当尼姑，当起水，什么意思？OK， 来，我们把我们的 cream 啊这样挤上去就可以了啦。挤到你要的 size 啦。来，几寸的碗啊？我也不知道、啊。我不懂哎、欸，就你家里有什么碗就可以了。然后你就这样子折。这样很小个吧？很像包碗包水饺这样啊，折。然后 你可以放那个酱油碟，大的酱油碟来这样也是可以。转一圈，然后你这里捏一下，捏一下。捏。中间捏一下，然后你就要用剪刀。这个是不会包的人就要这样，会包的人就不需要这个了。要，都是这样做的。哎，上剪像叉烧包啊。等一下先，剪刀剪了，试试沾一点点，因为它有黏嘛，这里一定黏的嘛，你沾一点点粉啊。沾一点点粉，倒扣，就这样子，这个就是雪媚娘啦。OK， 来哪一个坐垫啊？就你有各个渤海的牧羊人啊，我全部都英哥的。哎，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定让它变成圆形、嗯。小妹这么快又回心伤啊？对啊，她生意要做啊，没办法。这个有点破了，因为我太薄了。哎，然后你上面呢，你就可以用刷子撒掉那个粉。OK， 来我们冰箱就可以吃了。再来试一下。对，可是这个时候因为我是做 tiramisu 嘛，所以我要怎样呢？就要放一点可可粉在上面。来放可可粉啊！帮我关风扇。放可可粉啊！啊，可可脱海就没有啊，我放可可粉就有啊。就撒一点点。哎呀，谁啊？多少个人呢？5000多了。现在深夜厨房太热闹，有了米奇和表弟啊，整个厨房热烘烘啊！现在粉丝要求小公子上台啊，演出太热闹了啊！不知道演什么啊？
哎、欸，他出来就是演出的，他出来就是小丑来的啊，不是这样啊。他 ，OK， 你笑起来真好，我看啊，你可以叫他。提拉秘书，这个就是。这个叫提拉秘书啊。对。这个是什么秘书？弟弟几岁啊？小我一轮啊。唱嘉伟自己创作的歌曲啊。他有本事创作啊。OK， 所以我们来包 Oreo 的，可以开回风扇。OK， 来，我们来包 Oreo 啊，这个是 Oreo 的。Your hand was， 还、啊、可以点手，月亮代表我的心吗？哦，在那边，等一下，过后就是综艺节目了，是吧？了我的心。哎、欸，你的五姑娘娘有在吗？我爱你。你又带回来、啊、？OK， 我再来过来。screenshot 来食谱来，可以拍食谱吗？可以来 screenshot 来 ，three two one 来。表弟做深夜厨房啊，怪怪的啊，是，所以不应该叫他上场了。我要退休了。OK， 这样子，那就搓。下个礼拜红红回来啊。来5300。哇！打牌一下，下个礼拜红红回来。他闪掉了啊！大家回来。我去拍啊，他给我猫带啊。有点像肮脏包。来，小弟不要太压力啊，露脸就可以了。呀、yeah, ，Chinese 啊，那个啊，我们的气息啊，华人的气息而已。Okay. 你问我爱像安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 Okay. 啊，米奇弹琴啊，对牛弹琴会啦。说、so, 也是一样，你挤 cream， 然后这时候我们要放 Oreo 粉啊，这是 Oreo 的可可粉啊。哎，米奇大妹几时回来？啊，他讲下个星期回来啊。他躲了一下，他勤劳的减肥啊。可以照一下食谱吗？可以，来 ，screenshot 来。三、二、一、一、二、三 ，OK， 来，所以我们再包啊。包，然后捏一样捏，转一个圆圈。来、啊、唱《甜蜜蜜》啊，很适合吃雪妹的。然后。剪刀，你不要剪到太高，太高底部的话会比较厚， okay. 所以你要剪低一点。哎，这样子。如果小妹回心上，慧红会上阵吗？会啊，会啊，下个礼拜啊。啊，下个礼拜慧红来了。他最后啊是这样的，弄到好像那个包头这样子，然后我们放点粉啊。这个你可以买大个一点啊，因为我们小个嘞，这个收反过来。一定要保持神秘感啊！啊，以后才有机会过万啊！等一下不要拍他了。OK， 这样子。OK，、就是、来做两粒的示范了。Original， 这是 Original， 我们是放 Oreo 的、啊，然后这个是放提拉米苏的， okay. 放可可粉的、啊。我做，之后我开放了冰箱了。最后一粒好不好？最后一粒啊，最后一粒是放那个什么 strawberry 的。OK，、啊、这是我的刚刚做的，所以这个是。来切来给大家看一下。等一下切来。妹妹要试一下吗？哎，等一下，妹妹。等一下。妹妹有洗手吗？等一下，不要。有洗手吗？来，我们切给大家。有啊，有洗手啊。你要做多一粒吗？啊，做多一粒。做多一粒 strawberry 的。嗯。做多一粒 strawberry。来 ，instead the cream as filling 啊 ，can use the red bean paste 红豆，可以啊。可以，你 red bean 的话就像白福菇哦，啊、就是大、啊、大福。大福啊。对。来唱雪花飘飘。雪花飘。你吃这个吧。你要吃哪个？你有吃这个冷的吗？哦、okay ，要吗？冷冷的。来，帮我扒一下。我去你桌子。啊。这个要。妹妹吃东西啊，偷吃东西啊。好的，来。我咬一口先啊。嗯。这个是多贝利的，可以看到啊，里面是多贝利的。你要吃吗？咬一口先啊。OK， 到爸爸吃一口啊。来，手呢？哎。来一下。嗯。爸爸吃完了。You like it or not？啊、我吃完了，好吃吗？好吃啊！嗯、我宁愿喜欢吃多贝利啊。尽量不要放太多粉哦。OK。你放粉下去，它就粗，比较粗了、哦。没有你放粉是不要给你粘手，你要的话你就戴手自己做啊，没有办法、啊。戴手套就不会这样粘手。欸、妹妹肚子饿，妹妹没机会吃了，给她爸爸吃完了、哦。OK，、啊、我们就一样挤 cream。Where are my so sweet 啊 ？Thank you 啊。
来，我们放这个。给啊 ，strawberry 跟 Oreo 是可以吃的、啊。放完呢？好吃吗？来、你吃这个啦，这个啊。有人折衣服的。女儿像红红啊，有像没？给大家看看你样子像。有。那皮肤敏感啊，皮肤啊，我觉得你的皮肤不好。哎呀，我的手粘手了。Put oil instead of flour. You see your face. 啊，要放它要放粉的哦，可以放油吗？放油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放粉来讲话。有点裂了。来，剪出来的皮可以来做什么？就是、可以再搓多一次。你可以再搓、哦啊，你可以再搓啊。OK， 这里啊，就是皮不够啊。好，他喜欢吃多美丽的，我感觉。等一下。好。慢一下。来 ，strawberry got put anything？ 没有，它是 pure 的。没有 strawberry 切碎吧。全 strawberry 了。所以你就尽量这样子来 cover 它。哎，这是 strawberry 啦，来皮太薄了，对呀、啊。对，你可以不要这样薄，你挤越多 cream 它就越大力咯 ，OK？ 嗯。这个是 strawberry 的 ，OK？ OK， 这是 strawberry 的 ，OK？ 要切来看就拿。OK， 来谢谢大家的支持啊。OK， 来切那个冷的啊。切的冷啊，切一个冷的。刀嘞？刀你拿过来。不是八的咩、啊？我看人家是八的。哪里八啦？这比较好看的。嘉伟 ，OK 啦，等下嘉伟出场啊。嗯。这是 Oreo。这个是 Oreo 啦。我比我要 Oreo。啊，看两个等次啊。哎，给他吃。嗯、啊，来 Oreo， 来。How do we day？ 来 Oreo 给他吃这个。How do we day？ 有啊，要。要六呢？还要吃多一点？吃看。哎，吃，好吃。好吃。有哇的感觉。Good or not？ 来。嗯。来。好吃。不错。那有哇的感觉，啊，你们可以试一下啊，做这个欧料啊。啊。OK。So， 神秘嘉宾要上场吗？好像冰冰的蒙给啦，是有点像啊，这是雪碧凉的啦。你们可以放榴莲啊，这个可以包榴莲。可以包榴莲啊。今天是牛的莲啊。OK。哎，那我们相你们相不相样子？我的脸比较小。啊，这个是嘉伟啊。嗯。打个招呼。嗨。嗨。我刚从台湾回来。啊，有什么？加一下台湾腔。啊，大妹的儿子对，刚才那个是大妹。啊，是怎样呢？我有一点吓到，吓死宝宝了吗？怎么办？你这么近，走越远了。啊，好，还是我要试吃一个。啊，你试吃一个吧。这么我要跟你一样硬。这是什么？对，啊，这个是嘉伟啊。哎，美琪，刚才那个是你儿子吗？不是，那个是慧荣啊，慧荣啊，我儿子不在这里啊。我儿子九岁啊，今天。大四王啊，他是大四王。哦，我觉得还不错。有袜的感觉啦，这个老实说，有袜的感觉，它的那个甜又不会甜过多，但它又蛮不错的。结果有一点。带酸啊，就喜欢酸甜的，应该会很喜欢。嗯啊 ，OK。嗯，那我拜拜。不是来唱歌的。OK， 来谢谢来说，下个星期回来就是回Johor后了。红红会，红红会顶上。对，慧红会回归啊，回归啊。啊 ，Yes。说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大家啊。说我们啊，明天呢5:30啊，5:30啊，明天5:30。准时见，哎，谢谢大家，拜拜 ，Yeah， very chubby and young 啊，对，拜、嗯。